岩虎和史铁兽联合推出的抛壳激光训练模型，它的原型是捷克 CZ Shadow 2。Shadow 2在 IPSC 中有很高的热度，各方面都深受玩家的喜爱。这款玩具在外形方面做的也是比较还原，主体和套筒都是尼龙一体成型的结构。它唯一的动力来源就是手扣动扳机的动力，手扣动扳机就可以完成自动回膛加抛壳，而且每次只能射出去激光，配合这种感应靶就可以达到不同的训练效果啊。打光呢就会自动空挂，按住这里可以拔掉弹匣，弹匣的容量在8克左右，然后释放空挂。这个保险可以双边联动，但是没有作用，需要注意它这个枪口内的激光啊，随着回膛会有一定的跳动，距离越远跳动幅度越大啊，要想达到很好的训练效果还是比较难的，需要多加练习。如果是想要更换激光的电子呢，需要手扣住扳机顶住这里，拔掉销钉，抽掉滑套就可以更换，非常的简单。